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哥，到饭点了，腹中有些饥饿，找个快餐店，好好的搂他一顿。4:40，凉拌菜里边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海带丝。是不是东北大凉皮？哪儿呢？在前面，就你那手那里。这哪是凉皮啊？这是银耳啊。啊，要吗？要两个吧。好吧。没打花呀？咱鸡巴两方袋辣椒，咱这辣，不吃，圆的呀。开饭店休两年半。行。这不，你就得补助，我就便宜，就完事儿了。对。嗯，必须是那啥呗，必须 SUV 起步了呗，这一块。嗯，这车真薄啊，门子能听出来吧？啊，这关车门子最明显，我跟你说。陆雪，你分那边你问一下子，你就不要了，吃完了。吃一个大的，你告诉他，听不着。对，哎，我今天我就发现，我现在甩电我能烂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就干电工，以后在谁家不妨甩根就线上雇人，我真能干。就说话在别的店里，像220都行。那找不上那个底砖，啥不装的？就这车位，我这么往里拖。别人别人跑的这一段。上哪儿那些好人？行，我去三元店，有意思。有个女的，把这次又撞上了。那撞我之后我都没注意，没仔细瞧。这次我一，完了那个，不是我给你换过了，要不你猜一看呢？你猜一看吧。猜240。可以啊。可以，那猜一个，他说没换，240起出。定了，没换咋整？这边这个说法啊，有一段他妈那车没了，我他妈磕破头发了，完再去你妈就换红旗车了。我这样买的，这样。